五行差的不远了，凑一凑吧。我他妈自己骗自己，我操！大肥晚上骡子和啤酒直接拿下了，是吧？早点去晚一些就治愈了。你们叫大肥的是不是啊？都不是那啥，主要是。他开盘的都是永恒牌了。啊，这主要是你一想嘛，前段时间母婴有个主喝了4瓶酒，给嗝屁了，兄弟们，开玩笑啊，我他妈啊，这个就不说了，兄弟，真的，你想这个东西好吓人吗？你看我看我还没有干啥，我就吃点隔夜的，我他妈直接干进医院了，兄弟们，啊。直接给干进医院了啊！挂了水，滚了好的快，这肯明白定。个，好是好一点，但是我感觉就是他现在痛啊，还能忍受。刚才我这吃饭的时候又感觉又忍受不了了，我就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大飞还是死不掉的，他稳得很呐。不是说他直播间死不掉啊，是你是他人啊，人呐，五一。我不说他直播间死不掉，是他人死，估计很快呀。就是那个谁的那个闺蜜，那个闯王老婆的闺蜜，明天继续出发，明天欢迎我聪聪啊，欢迎我国民男人聪聪啊，明天继续出发，明天出发不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如果是今天晚上，如果睡一晚上，如果还痛的话，明天就换什么车？还要去医院待一，就去医院，还要去医院看一下。喂。娃子活蹦乱跳了，娃子比中午好多了。建议明天再吊一天啊。老想吐是啥人？这边建议去医院看看是不是怀孕了。稳一手啊！我也觉得兄弟们要稳一手啊。一共反正八个，我操！下午做货拉的时候，兄弟们都说他们是干这种职业、干那种职业的，我操，全是为你服务的，我懂吧？医院怕检查没有啊？膀胱什么都正常。哦，说我膀胱什么缺失？膀膀胱胱缺失是什不么是意思？缺失，我看一下。要吐两种，一种是怀孕，一种是晚期啊。CT 报告已出。我看看麻子的 CT 报告啊。来看报告给大家练练。膀胱充盈欠佳，啊，不是，什么意思？这要看这个，这要看，应该看影像哦，印象。盆腔小肠升升结结肠肠内内高密密度度灶，灶，盆盆腔腔少少量量积积液，液。请结合临床及超声检查。这什么意思？它这个啊，频少显示肝表面光滑，肝液比例协调，肝裂不宽，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灶，肝内外胆管无扩张，胆囊充盈良好，胆囊壁未见明显增厚，腔内未见高度密灶啊，胰腺脾脏及双肾大小形态未见异常啊。说明麻子还是有两个肾啊，兄弟们啊，说明麻子还是有两个肾啊，没被嘎，没被嘎，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灶，膀胱充盈欠佳，膀胱有问题，麻子的膀胱有问题啊，就是经常憋尿，内未见明显异常密灶啊，膀胱壁光整未见明显增厚，前列腺大小形态正常，前列腺好实了。质内未见明显异常密度灶，两侧。精囊三角脂肪间隙倾斜，未见明显异常啊。盆腔小肠升结肠内见可可见见，片状高度密眼，什么？啊，盆腔可见少量液性密度也。腹膜后及盆腔内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，
医生说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就小肠和那个结肠有点问题里面。对啊，就小肠和结肠就是那逼玩意儿，然后就整的肚子痛，你知道吧？就没拉干净啊，没有息肉，没有息肉，没有息肉，很正常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聪聪，你跟聪聪是医生啊？聪聪是医生吗？啊，聪聪是男神，男神聪聪是医生吗？欢迎雨爹，欢迎雨爹，雨爹来了。雨爹昨天打牌怎么样？雨爹，你不给雨爹安排上吗？安排什么？你不是有个什么卡吗？什么卡？我给雨爹安排上。VIP 卡。什么 VIP 卡呀？直播间 VIP 卡呀。哦，对。哦，想起来，想起来。管你 VIP 是吧？啊，对，是吧？直接给他安排上。哎，那行，那个啥，我弹幕发不出来，又违规啊！哎，美兰你来了，美兰，怎么可能？你先把这个打开。美兰你来了，美兰。哎，美兰。对，之前那个乡里的红包。生病了，对，我弹幕发不出来，你们在聊肾，我弹幕发不出来，就是生病了啊。换牙一个，换牙一个，换牙一个，牙一个好，牙一个。你说的那个偏方，我刚准备要吃的，后来看到我发，我吃了消炎药啊。他吃了消炎药就不能喝酒了。嗯。他们在聊印度。嗯，他们印度。印度，印度，聊肾呢？聊肾，聊肾，聊肾。美兰，我差点死了，美兰。牙一个，牙一个，牙一个，就是麻子那个吃不了，明天吃，明天吃。这小牙什么印？憋尿印。欢迎我孙富贵啊！欢迎孙富贵，欢迎孙富贵。那个不是，烧完了没酒精了？我看到你朋友圈了，美兰，我差点拉胯了，美兰，我来看看你还在不在开播，在，肯定在啊。差点三岔湖叫你来那个了，嗯。前几天要是美兰，因为为什么雨爹没有显示呢？有啊，他退出去。雨爹，你退下直播间啊？有啊，有吗？有个人啊，有。我怎么就舒服了？美兰，你前天没在，你在的话就舒服了。美兰，前天直播开盘吃了个伟哥，吃了个阿伟，不是，吃了个那个什么？吃了个维生素，维生素。吃了个维生素，吃了个维生素，我的妈，把我憋的，你看我痘痘冲起来，你看没？冲了三四个痘痘，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，看到了吗？那我舒服什么呀？嗯，然后到现在为止没有排泄出来啊，就给我整干净医院了啊。美兰这就好了，我真舒服了，我真服了，我真服服了，我操！你看是不是多说个字啊？超哥给他黑了，真服了，跟真舒服了没区别。哎，他这个不轻啊，这云台他妈的真拉垮，我操！现场播的呀，人牛威啊，黑我操！哎呀，我吃下去之后，当时全直播间都在呼叫美兰啊，吃下去都不敢看你的视频，你懂吗？真的呀，那肯定是真的呀，美兰，那还剩半粒的，还剩一粒的，我吃了一粒，五十克的，五十毫克，五十毫克，一般吃15毫克就够了。喊我你不给我发，不敢发呀，憋不住啊。嗯，搞过胃管嘛，我就是伸到肠胃里面那种嘛，胃镜我做过，我的妈，那真难受，兄弟。胃镜是真难受，来看你跳。要想好得快，就让麻子搞出来。二哥先在你旁边，我操，美兰，你下不下头啊，美兰？我能吗？真把我当阎人了是吧？真的呀。谢谢我明总，出你一斤。明总，我们这个五星差一点点，明总，今天不整活能不能打打卡呀？
树枝扯不动了，我这就我要。欢迎我娇娇，我这五星给他小搞过去。明年我如果棉不好的话，再去那个啥，再去医院输点液啊。感觉明年还要去趟医院啊。是吧？谢谢雨爹的甜蜜谢礼谢包，雨爹的甜蜜礼包，谢谢我雨爹，恭喜好，我雨爹喜提飞机，应该是两个，一个，谢谢我雨爹应该喜还有雨一爹的个，甜蜜礼包，感谢雨爹的甜蜜礼包，谢谢雨爹。谢谢雨爹，哇，怎么又没出？刚刚明总50块钱出个油幼了儿已园经，啊，哎，谢谢雨爹，明总号还是白的。明总号还是白。谢谢我雨爹雨的蝶小浪花漫画花，说，雨蝶浪漫画说，谢谢雨蝶，谢谢我雨蝶的初灵一心，谢雨蝶，谢谢谢雨雨蝶蝶的的飞阳光机，飞机，谢谢雨蝶。我俩大眼瞪小脸，我的妈，痛了兄弟，我刚才我在这吃饭谢吃谢四英顿，雄无泪的办卡，谢谢英雄无泪，谢谢我英雄无泪的办卡，谢谢雨蝶的珍珠贝，谢谢雨蝶的珍，我这么多珍珠贝吗？嗯，谢谢雨蝶的珍珠贝。感谢雨蝶珍珠贝，感谢雨蝶。谢雨蝶珍珠贝，感谢雨蝶珍珠贝，谢雨谢蝶。谢雨蝶，我画他面画面都都没没开开，啊，他说他没流量了，是他不的是？卡，没事，叶子，下次你就先给二哥，好的。嗨，孩子，欢迎掏粪，欢迎掏粪。好的，你掏粪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怎么感觉他们这几天都在往平潭赶啊？平常不是看蓝眼泪吗？就这几天，对啊，就这几天能看。哎，掏粪是不是平摊这几天看蓝眼泪呀、啊？掏粪，他们这些，掏粪，谢英雄无泪哥的珍珠贝，谢英雄无泪哥。感谢英雄无泪的珍珠贝啊！谢谢。最近不是很多啊，他吃那个东西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不行啊！我的妈，是真吃了，真吃了。真吃了，但是没给你打电话，怕遭不住。嗯，整了一粒啊，整了一粒，我的妈，50毫克。我们在青田县。到青田县了啊！感谢英雄无泪的潘多拉魔盒，谢谢季节英雄无过泪，了季节哦。过了是吧？但是如果能看到，可能还是能看到。有效果，他打问号。下次可以叫麻子跟你试试啊！给我肿胀到凌晨4点过，眼睛连麦女主播都发绿光啊，957来接的我啊。看的女孩子都眼睛发绿光啊！你就懂了吧？那天晚上凌晨4点半才睡着，浑身发热，脸烧，兄弟们都说怪我，你问我去不去洗脚，我说不去。哎呀，我们二九哥，五七是谁啊？就是直播间一个水友啊，他是青田的。他上今次天。不是四郎也见了他吗？上次来青田是今天吗？全哥957啊！我人真好，真的，给我跑上跑下的。没他的话，我真的不行。那个医院还是有点麻烦的啊，二楼一楼的，然后输液又在另一个地方。然后我说我想躺下，我说我肚子痛，我不想坐着，我想躺下。他给我搞了一个那个 ICU 的那个，那个床是吧？对，然后都快输完了，医生说我躺那儿不好，看着有点影响，又把我搞进去了。知道吧？就是上次四郎来青田，那个957也跟他见面了吧？好睡啊！好兄弟，确实好兄弟啊！他好像应该睡了，明天上班了。欢迎我黑夜哥，今天户外只看叶老师，谢谢。
昨天打牌怎么样啊，雨弟？明天去把那个车顺便修一下吧。活过来了。明天去修车。欢迎明总。我都取关了，没想到活过来了。欢迎明总，欢迎明总。牛逼，真的是。多少钱一颗呀？50，50。50，50一颗。50一颗。50块一颗。那个维生素还是有点贵啊，那个维生素。嗯，那种维生素还是要贵，但是不知道那个是真的是假的，反正那个玩意儿我感觉是副作用蛮大的。哪里买？药店买的呀？哪里买的？去那个按摩一条街的一个药店买的，我还找了个通宵没找到。昨天输了8K，今天赢了6K，还差2K啊。明天雨点再赢个5K，好不好？怎么充鱼是更便宜啊？用那个你是 iPhone 手机吗？iPhone 手机你要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充啊，斗鱼直播平台这个微信公众号。嗯，真的太难了，但是我没有试过那个效果呀。我上次吃那个也是，明天休息了啊。我上次吃那个，欢迎我晚风，欢迎芦花荡晚风。太原雀后哦，你打麻将可以是吧？这美兰，你天天美兰也应该喜欢打麻将。我美兰还喜欢打麻将吗？肯定啊，现在人。欢迎大漠孤烟闯啊！我的妈！我是唯一一个不打麻将，你打麻将吗？我也不打麻将。我看你家开茶馆，你不打麻将？我不喜欢，我妈给我钱打麻将，我都不喜欢，我也不打。我靠！我真不喜欢打麻将。我靠！这我也不会啊。啊，看没有？我雨蝶邀请美兰下次去宁波打。嗯。要不美兰下隔几天来宁波陪陪我雨弟打打麻将，嗯，就是打那种脱衣服的那种，输一下脱一件啊，可不可以嘛？那你们那他不得穿个10件8件的，穿厚一点，放个炮翻15倍，我的人都麻了，要脱15件，那不去了。欢迎我扳手哥，欢迎扳手哥。谢谢明总的甜蜜告白，谢谢明总，谢谢明总甜蜜告白。哦，他是本地的麻将，打川麻吗？打血战到底吗？还是雨蝶会，连万州麻将都会打，雨蝶是吧？对，那血一般血战到底狠啊，血流成河才狠，血流成河就是服了又能服，服了又能服，服了又能服那种。哦，就可以无限服。对，无限服。我操，那有点牛逼啊！但是我们那边应该不打血流成河。一般打血战到底嘛？对，血战到底是就是直到赢到最后一个人。哎，对，那是真的是吧？但是血流成河就是服了我又服，服了我又服，服了我又服。对，我知道，只要我可以服的牌多啊。带花二伯，欢迎热热哥，欢迎雨蝶，欢迎雨蝶。我靠，雨蝶你这进来特效都不一样了。肯定啊，我雨蝶是 VIP 了呀。嗯，今天搞了个 VIP， 雨蝶直接给你了。感谢 ZU 哥。哎 ，zero 哥 ，zero， 这是 zero， 嗯，这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零，对 ，zero 就是零。谢谢我，谢谢我明总，谢我明总，谢明总。明总抽火箭吗？明总抽火箭和飞机，飞机。谢明总，谢明总。谢明总啊，你网好了吗，明总？我发你微信验什么样，重新验，我看看。今天又烧皮了，啊！今天我烧皮了，妈！今天那个去皇给我发微信，啊，去皇也给我打电话了。这是重庆烟吗？问一下云烟的吗？这哪是云烟？不是云烟，打了云烟两个字呀。这不是一号。哦。我操！这一号是新品，这新品啊！你翻过来看看，爹，翻过来看看，这边看不到啊，我看不知道是什么烟哦。可以啊。天子哦，天子不是重庆的吧？天子，这是天子，没抽过这个烟哦，这是天子，是吧？是吧？天子，看见没？天子，嗯，啊，这里拼音，特烟天天子，看见没？我这个烟没抽过呀，这个烟在哪里搞的？给我留两包。这新品嘛，没看到过，我没看到过这个烟，雨蝶，我没看到过这个烟。嗯，
你在哪里搞的呀，雨爹？能留两包吗？我过来抽抽。嗯。我爹还是对我好的。嗯。爹，我爹一看到我了。小唐。啊，对，天子，天子，对，这天子。一句他办公室。小唐，我给你搞个虫草泡泡茶喝一下。八十对我好了，八十，八十，真的，爹是确实对我好。怀宁259。爹爹，你多吗？那个烟多吗？多留两包抽走好不好？人家重庆旅游带回来的呀。哦哦哦，谢谢四喜妹妹的珍珠贝，感谢我四喜妹妹的浪漫花束，浪漫花束，谢谢四喜妹妹，感谢四喜妹妹。妈的，出不了国界，就别刷了嘛，出不了国界就别抽了，缓缓，别抽了，四喜妹妹，四喜妹妹，别抽了啊，缓一缓，欢迎800YZ一起特色，缓一缓啊，过几天再，对，缓一缓啊，别抽了，别抽了啊，缓缓嘛，缓缓啊，四喜妹妹，这五星应该是过不了，嗯，啊，确实，今天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，嗯，真的谢谢虎哥。真的超级的感谢啊，我虎哥，我操，这烟有点好啊，这上面还有英文，这烟有点好啊，雨蝶摩天轮快出了，摩天轮出了吗？雨蝶马上了，前几雨蝶那个1314前年出了的，谢谢我四喜妹妹的甜蜜礼包，缓缓，刚刚就说不搞了，缓缓嘛，那个四喜妹妹，缓一下，真痛，最开始看到，嗯，他最开始火箭又一大半了呀，嗯，最开始他只有12级，六十吧，嗯，看我，看我，就是那天。四喜，四喜妹妹，先别抽了，缓缓。哦，欢迎饭桶，欢迎饭桶。等无人机修，无人机哦，无人机花了300-400块钱。什么时候到小江阳的？你来玩吗，雨蝶？你过来玩吗？快了。你过来玩，顺便玩我们家凌波。嗯。欢迎美兰。你开过来，我给你开回去，好不好，雨蝶？嗯。你开过来，我给你开回去。你把车开到小酱油这里来，然后我给你开回宁波，好吧？我们去找咖哥喝酒。嗯，可以。雨爹可以吗？这完全受益的。我，你肚子还叫，你饿了吗？不用饿了，是肚子痛。那他叫，我听到声音了呀。不是叫了，是痛。我不来，美兰不在啊。我是不可以空投啊，雨爹，可以空投美兰的啊。嗯。可以空投啊，看哪个大哥报销一下飞机费用，给美兰空投一下嘛，是吧？对呀，我都好久没看到美兰了，有一年了吧？没有一年吧？九月份，去年九月份，半年多，大半年了。嗯。我再上，你美兰，你脚好了吗？美兰？再过一个月吧。脚好了吗？嗯。你上次还给我打视频半年，我前天给他打过视频，打视频吗？也就是说少了一些，就是没有真实见面噻，对，少了一些三维，这叫什么三维体感，就是少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你说话跟我说话，我们两个的
空气跟的口水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灵魂的感觉，懂了吧？我不玩空的，我说约，到时候可以约一下美兰吗？看不知道他腿好没？就，啥是体感？视频归视频，还是要体感的啊。没好还得一个多月，我的妈呀！他的意思暗示我们一个多月之内可以去看他，可以去看他。对，一个多月以后的话，他可以来找我。二哥，我是甲，我说成腿了吗？嗯，那不好意思、啊。对，就是说一个多月之内我们得去看他，一个多月以后他可以来空投。啊，他可以来看我们是吧？对啊，就这个意思吧。啊。晚上十二点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过过一星吧，十二点后过过一星，好吧？二星，过一星、二星、三星的好吧？对，今天已经努力了，今天已经努力了，今天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兄弟。我去上厕所。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一星厕所人头啊，兄弟们，一星厕所人头，好不好？一星厕所人头，好不好？马上要去厕所了，一星厕所人头啊，谢谢小莫哥，啊，一星今天可以打卡了，十二点过了可以打卡了，兄弟们啊。一星厕所人头，谢谢了。你得付出，你得玩空，你得付出，你得玩空头啊！谢谢我牙野哥的深海探秘，谢谢牙野哥，我谢谢牙哥这么多深海探秘。三个深海探秘，他这个深海探秘是出了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，这么多深海探秘就出了。谢谢阿哥，谢谢阿哥，我操，这深海探秘别刷了，不划算呀。谢谢肖先生的深海探秘，谢谢肖先生的深海探秘。二星人头吹走，兄弟们，二星人头吹走啊，二星人头吹走，谢谢了，谢谢明白哥，谢谢明白哥珍珠贝，谢谢兄弟们，二星人头吹走啊。等麻子好了，又可以整活了，兄弟们。谢谢我雨蝶的旅行包，谢谢雨蝶的旅行包。兄弟们，二星人头吹走哈。谢谢雨蝶的两个旅行包，谢谢雨蝶。欢迎查理哥，欢迎查理哥。麻子，查理哥来了。哎呦，查理哥，我在拉裤子。查理哥，麻子在厕所，马上出来啊！欢迎查理哥，兄弟们，抽着人头啊，抽人头，抽一抽，人头，抽一抽，人头满了吗？哎呀，人头还差四个，兄弟们，人头抽一抽啊！谢谢犀利哥，谢谢犀利哥，人头抽一抽，兄弟们，人头抽，我自己可以抽，抽我自己可以抽一个。谢谢我牙一哥的小画家，谢谢牙一哥，谢谢牙一哥的小画家，谢谢雨蝶的遗忘废墟，谢谢雨蝶。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雨蝶的初灵一仙，谢谢雨蝶，谢谢雨蝶的稻草人，兄弟们，那个二星人头抽一下，好吧？谢谢牙一哥的珍珠贝，谢谢牙一哥。我不能接吗，美兰？不是呀。我不能接吗？我看看你不行吗？你一看见我你就躲着了是吧？哎，没有，我是把我吓一跳。看看你，美兰，看看你。我真是脸都红了，吓我一跳。你红了干嘛嘛？没想到。我看看，给兄弟们看看你啊！谢谢雨蝶的甜蜜礼包，给兄弟们看看你啊。兄弟们，看看你，看看美兰。美兰，你怎么油爆琵琶半遮面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雨蝶，谢谢雨蝶。不太好看，说的不太好看。看看你。哎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没有不好意思的，
美兰，哎，美兰，干嘛？么么哒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快播吧。不是我播不播不影响我俩接视频，好不好？美兰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我没有对着直播间，很好看啊，真的很好看，不会疯了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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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医院还是家里啊？没来？你在家里啊？麻子来了，麻子快点！哎呀，你心心念念的美兰嘛！那上厕所去了，谢谢拉雨肚子爹了，了。没出吗？雨爹没有出吗？血亏，我雨爹又血亏了你干吗？嘛嘞？欢迎 Zero 哥，兄弟们，我那个人头锤子，请人头锤子。哎，你这不戴眼镜认不出来了。谢谢雨爹的魔力券，谢谢雨爹魔力没券。见过呗。麻子复活了，是的，九五七麻子复活了。复活了，复活我操，血亏雨爹，你别了。哎，抽你了，别瘦抽了了，哎。别抽了，雨爹你别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好啊，这把这一只脚摔了瘦这么多，再摔一只脚，那不得跟瘦你成他妈天会仙说话了？是你好好说好不好？雨爹别抽了，雨爹，爹别抽了，爹嗯，别抽了，可以的，别抽了，瘦了好。哎呀，爹别抽了，爹。我肚子痛的不行。谢雨爹的紫水晶紫卡，水晶谢卡，谢上海大师哥的小画夹，谢谢上海啊，大谢。师哥，谢谢雨爹的克拉钻戒，雨爹硬是哎，要我跟我觉得过真的个日瘦子。了好多，真的瘦了好多。谢谢雨爹的珍珠贝，谢谢雨爹珍珠贝。你这一个人在家啊？这雨爹快30级了吧？没有啊。哦，爹妈呢？爸爸妈妈呢？欢迎大飞啊，欢爸爸迎你。妈妈睡觉了。啊，我还说给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嘞。爸爸妈妈这个点不睡，谁家爸爸妈妈这个点不睡觉？我爸就不睡。隔壁有家江南医院，要不再去看看？应该没什么事了啊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是九五吧？七，说不谢定谢九还五看七我啊，你直辛播苦嘞。了，九五七。你牙都快挂了，一会儿又给你打电话。谢谢雨爹小画家，哦，雨爹又整小画好，家又来了。你在这儿休息啊，谢谢雨爹小画家，谢谢雨爹小画家。注意身体。OK，see you tomorrow。注意身体啊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谢谢雨爹小画家，谢谢雨爹。谢谢兄弟们的珍珠贝啊，谢谢孤单哥的珍珠贝啊，谢谢孤单哥。又要打启航了吗，兄弟们？又要打启航了吗？兄弟们，启航打一打，启航打一打啊，启航打一打啊。我也喝药，我也买药了呀，我也买药了呀。你也找了，你也喝药了。我这儿假装没了呀，我他妈这盒药贵了30，我操！谢谢雨蝶，谢谢雨蝶，谢谢雨蝶，谢谢我大师哥的小画家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打个启航啊！我说雨蝶至少亏了300，啊，什么都没出，是吧？谢谢我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什么量啊？谢谢大师哥，嗯，你看，感谢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启航，兄弟们，启航，0.5克，嗯，这个怎么吃呢？谢谢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感谢大师哥，谢谢大师哥，跟我那个差不多。查理哥，啊，就是肚子还是痛，但是。比今天好一点了啊！现在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启航上一上，谢谢蜗牛哥的粉丝荧光棒，谢谢蜗牛哥，感谢蜗牛哥。启什么航？启航一个弹幕啊，就是两个字，它可以完成那个什么我盛说典，你那个娱乐 VIP 盛典。卡就是这个启航出的，雨蝶，你那个 VIP 卡就是这个就是打这个启启航航，出的，它就可以出那个各种 VIP 卡啊，什么双倍券啊这些啊。欢迎我静泽哥，欢迎静泽哥。你的画家还没毕业对。吗？我的妈！真的，这画家真的，这画家我真牛啊，千年都画不出一个东西啊！哎，出过了了，吗？过了，过了，不知道出了个什么，出了吗？画家出了吗？没出啊，画家没出，启航出了个东西启航出了。，VIP 卡给我干嘛？有一个给你的啊，就是给你准备的啊，浪费了，没没浪浪费，费，没没浪浪费，费，没浪。专门我说了，今天出了，我给雨蝶。嗯，今天麻子，
就是生病了嘛，然后我把 VIP 卡搞出来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对，说给雨爹留着，雨爹来了就给他。对，这个牡丹是什么烟啊？这是牡丹。没打过。欢迎我，欢迎亚福蝶，欢迎亚福蝶。兄弟们打起哈，打起哈，那启航过了是吧？嗯，启航过了是吧？还打启航吗？帕特哥没在了，帕特哥在的知道打启航要打多少是吧？嗯，帕特哥专业啊。九五七，谁睡了？美兰发信息来了吗？老蛋，他先睡了，好。他说你见到他脸红了。他为什么脸红啊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，美兰？哎呦，别再憋尿憋成啥，快倒闭了还喜欢？没有，倒闭倒不至于啊。嗯，倒闭倒不至于。为什么美兰看到我有脸红啊？嗯，那你他可能突然打电话，突然不是我是不是你是吧？嗯、就是有点尴尬是吧？嗯，尴尬也不至于脸红啊。欢迎我九八七七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搞搞这个钻粉啊，真的起航啊，还差80个起航、啊，兄弟们，那我们再起航一下，每个人啊，每个人再打。离开浙江，你试试。我浙江一共有19个五 A 级景区，嗯，一个跑5天，嗯，十个就要跑50天，19个是吧？啊，就要跑100天，95但未来半年都可以在浙江，浙江了。对吧？可以，谢谢我改名哥，给你改名哥。雨蝶未来半年就是过年前不会离开浙江了啊，麻子的意思。是吧，兄弟们啊，你们说的对吧？浙江一共有19个五 A 级景区，一个跑5天，对吧？19个那不都半年了吗，兄弟们？啊，兄弟们起航起航，兄弟们起航，起航起一下航，打个起航2个字啊，兄弟们，扬帆起航的起航。这个是牙一哥他们那里的，不是牙一哥是河北的吧？嗯，是河北的吧？河北啊，河北是啊。这个不是。河北保定，河北石家庄，河北我是，这是河北产的吗？这是河南。河南产的。安徽嘛。啊，安徽河南。嗯。小心点嘛，叶晨。啊。高总来。安徽河南，我的妈！你把我整飘了。河南是一个省，安徽是一个省。我说河南、安徽，安徽是省吗？我是啊，对，安徽是省。我说你，不是你把我整瞟了，我靠，我刚才都没反应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安徽是省，对。感谢我跟你说，啊，高总来了，肯定没钱了。高总来了，嗯，高总来了。高总给我打一个，让我注意一点啊。那你们都是省啊，给我整瞟了啊。美兰什么省？美兰山西啊，美兰山西省。我们从小我们那个家乡就有一句话，你不听话就狗人把你送到山西去挖煤，就那个地方是吧？你不听话就你狗人就在山西挖煤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山西所以说我知道，从小我就知道山西啊。美兰是山西省阳泉的。阳泉啊，阳泉。阳泉那边应该不挖煤。啊，那里有个五 A 景区叫大宅门。大宅门啊，然后可以去看看。可以去看。其实把中国的五 A 景区全部走一遍，我操！你就把中国五 A 级景区走一遍，然后录个短视频。我靠！我这边卖门票就把你赚发财。真的啊！真的，我还是考虑这个事，你就飞一飞，飞一飞。啊、欢迎我车上大飞。飞一飞，飞一飞就发、啊、发个短视频卖门票、啊，你就发财。感谢我抽象大笨象的这什么、啊、浪漫营地缤纷彩虹。谢谢大笨象哥，感谢大笨象哥。大兄弟们，启翔差的不多啊！今天就是来看你的，是吧？啊，谢谢大一直没出手，看到你的才出手的。谢谢大兵强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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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我大兵强好哥哥，谢谢大兵强哥。我靠，欢迎我菜菜，欢迎菜菜，欢迎菜菜，欢迎菜菜。我靠，我今天拉肚子，明天说不定还要去医院输液了啊！谢谢我上海大师哥，谢上海大师哥。小画家，我的妈呀！小画家还没成大画家。我的妈呀，大师哥，咱们要不换成这个告白？大师哥，要不换成钻粉？换成钻粉和告白也挺香的呀。谢谢雨爹的，感谢雨爹甜蜜礼包。谢谢雨爹甜蜜礼包。谢谢雨爹甜蜜礼包。真不出啊！我操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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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都给我
你得给我欢迎欢迎我八百一七赵玉婷，欢迎赵玉婷，哇，赵玉婷又来了，给我转出，怼了多少了？感谢我大熊，欢迎魔术魔头哥，启航，又亏了200，又亏了100至少，谢谢我。谢谢小画家，欢迎我空气哥，我空气哥来了，欢迎空气哥，欢迎空气哥，谢雨店的小画家，谢雨店，兄弟们，启航再打一打，启航，不是这个启啊，嗯，不 是, 启航的启啊、是那个启，哥们，啊，绮丽的绮，100块钱出了一朵花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告你大爷，睡觉去啊，大师哥，别，等我来上海啊，200元一朵花呀，我的妈。斗鱼技术不笑哈哈呀，啊，不是，这是什么直播间？这是投资直播间啊，潜性投资直播间。现在的电刀只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啊，嗯，谢谢我毒液的大气，兄弟们，我们三星五人头凑一下，只差一个山西刚来的黑。山西刚挖煤出来，有点黑。斗鱼现在比麻子还黑啊，割的更狠啊。他这个小画家是真的没有玩点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谢我木木，感谢肖先生，谢谢肖先生的小画家，谢谢肖先生。人头可以凑吗？凑几个，我凑人。感谢肖先生，感谢苏之峰啊，谢谢苏之峰哥。主要是美兰来直播间的关系啊，太大了是吧？感谢我小兵长，谢小兵长诈尸了，不是诈尸了，兄弟们，是这个今天去输液了啊。我在麻子这里，小画家没有出过。谢谢我睡不着数星星的小画家，感谢。谢谢睡不着数星星哥小画家。谢谢。你这又是搞了个什么圈圈哦？不知道吧，兄弟们，我们三星五人头再凑一下，人头还没凑够，一个摩天轮可以过三星啊，现在是一个摩天轮，够了，人头凑够了，人头够了吗？够了，启航还差20个人头，兄弟们，启航打一打，我们有直播间，一人打一个启航，我们就够了，兄弟们，我要去打一打启航，嗯，太好。两个人笑嘻了，对，一人打一个，兄弟们。谢谢 Zero 哥赠送的那个生烟启航。嗯，谢谢 Zero 哥。谢谢。你不开卡吗？有卡吗？开一下，开一个。有个白银卡。开呗，就开呗。开，兄弟们，白银卡，兄弟们，1元粉丝牌。1元粉丝牌也要开了吧？过期时间6月27号，今天多少？开了，马上过期了。开啊！1元粉丝牌，一鱼翅啊，然后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啊，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。然后今天我们是1元粉丝牌，兄弟们，我们再打两个启航，兄弟们，再打两个启航。我们今天1元粉丝牌，兄弟们啊，1元粉丝牌，这个比较那个啥啊，比较值啊。感谢我城南户外，谢谢城南户外，感谢城南户外。启航还差一点点啊，启航，兄弟们，扬帆启航，啊，应该差的不多了，应该最多还有差个十。兄弟们，1元粉丝牌，能挂个粉丝牌，挂个粉丝牌啊，1元啊，1元粉丝牌。今天一鱼翅粉丝牌，兄弟们，一鱼翅粉丝牌啊，启航，兄弟们，扬帆启航，睡了一天了，晚上骑啊，他妈骑动个灯儿啊，你一日的。明天估计还要去搞一搞。如果今天不好的话，明天肯定还要去搞一下。感谢我异界魔王虾虾，兄弟们，1元粉丝牌，嗯啊，想想搞一搞，搞一搞。启航行了吗？够了吗？启航，他没有闪那个，应该还不够。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是那个名，这名人堂啊，这名人堂不知道是什么。谢我957的小画家，谢957的小。感谢957，谢谢957的礼包，甜蜜礼包。今天谢谢你啊，957。兄弟们，1元粉丝牌挂过啊。嗯，1元粉丝牌差不多。
今天辛苦就五起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启航。启航，启航，启航。能开个钻吗？开个钻房啊，兄弟们啊！启航的话，它这个启航就是可以得 VIP 卡呀，这样卡那样卡，兄弟们，还有热度卡啊什么的，啊，反正免费的就搞一搞呗，兄弟们。感谢我 WH 哥，恭喜 WH 哥升19级粉丝牌，恭喜恭喜恭喜 WH 啊！不这么客气啊，兄弟们的席位都被我整没了，成了公敌了是吧？啊，兄弟们的机票都定了啊，啊，好多人找你推机票。感谢我 WH 哥，感谢 WH， 谢谢 WH， 谢谢花悠悠啊，感谢花悠悠，感谢花悠悠啊。起航，兄弟们，再起个航，兄弟们，这怎么还不够啊？应该说那就够了呀。他就人头的20个起航吗？兄弟们，再打两个起航啊！兄弟们，直播间有新手打两个起航，兄弟们，这个，957都没有让我借口去找二哥玩了，换个别的也行嘛。月比哥是吧？刚刚对，差六个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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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你背包里有什么？要自己看，我操，不知道他背包里有什么，是吧？他这个口、啊、主播口袋是吧？啊，看包了啥？我们一元粉丝牌，兄弟们加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啊！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兄弟们，啥都没报。好嘞，我也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报出来的，直接报了个 VIP 卡，我这啊牛皮的很。藿香正气喝了，我吃了消炎药了，不能喝藿香正气水。WH 哥，去医院已经输过液了，但我不过挂针效果也不太好。输液效果好啊？你打了针了吗？没有打针就输液吗？每日还差38个起航是什么意思？啊、又来起航了吗？兄弟们，起航打一打是吧？看不到这个。我们看不到。嗯。哦，你看得到。咋回事？欢迎我雨蝶啊！欢迎雨蝶。欢迎嘎嘎嘎。咋了？我是这个身体不好，吃坏肚子了，26。你看那个能抽双倍卡吗？就是钻粉那个。不能抽，不能抽，我刚看了，还差够是吧？嗯，还差400积分，他这整太高了，他这个。你现在打的太高了是吧？嗯。肠胃炎吧，应该是啊，不是，就是吃坏肚子了，啊兄弟们，吃坏肚子了，啊吃坏肚子了，吃坏肚子了，起航还要31个，兄弟们，又来新的了啊。今天有点冷啊。今天天气有点，今天下了一天的雨。今天下了一天的雨，对，还差31个起航，兄弟们，他这个起航又来了，就是新水友每个人打一个就可以了，啊，今天是1级粉丝牌啊，1元粉丝牌啊，兄弟们，对，而且今天是1块钱粉丝牌，兄弟们，1元粉丝牌啊，就是1鱼翅就可以卡一个粉丝牌，兄弟们，啊，得了一个1鱼粉丝牌，今天青田有24度，是有点冷，对，一般26度到27度是最舒服的啊，对，啊，人体啊。那全国哪个城市就是一年四季都是27？昆明啊。啊。昆明不是四季如春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嗯。谢谢我奶头哥，感谢奶头哥，谢谢哎，果然是1元粉丝牌，兄弟们。1元粉丝牌啊，想上一场，1元粉丝牌可以上场，大家可以挂个牌子啊，1元粉丝牌啊。上场，干。没牌子的可以入手一个66搞定了，对，是的，1个66搞定了，兄弟们啊，1个66就可以搞定粉丝牌了，1元粉丝牌，兄弟们，对，还差29个人头啊，我的妈呀，刚才31个，刚才只算3个吗？我们这只有19多，那有点冷哦，我那有点冷，多穿点啊，雨蝶，对，感谢我很想你啊，谢谢我很想你的1元粉丝牌，你看他送1个6663级了，因为我们开了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的呀，哦、对对对。鱼是在哪里啊？我一般喜欢用公众号充值啊，公众号，啊，斗鱼直播平台这个公众号。兄弟们，1元粉丝牌可以入手了。对，1元粉丝牌，兄弟们。太真实了，6元半卡没人，1元就是刷，这没办法呀。没办法呀，是这样的呀。对，
李哥是这样的呀，现在这个谢奶头哥，谢奶头哥膨胀啊！你在哪里现在？我在青田啊，小念，我靠，给我整拉了，没发过启航的才可以啊！我的妈，兄弟们，再整一下启航，启航两个字，兄弟们，新水友都打启航两个字，好吧？就是这个大飞打的这个启航，因为他斗鱼有一个活动嘛。欢迎月饼哥，月饼哥也在啊。苹果好像公众号没有充值啊？有啊，有。你在斗鱼直播平台？微信公众号。公众号啊，对。斗鱼直播平台。对。青田过来给，明天过来给你带点药。好的，谢谢小念，谢谢小念。你明天要来青田这边吗？苹果有的，你打以后他有个链接，会给你发一个链接啊，公众号会给你发一个链接。伊利28级了吗？伊利啊。26还是28？你28呀，28了，嗯，你28了，谢谢小陈啊，谢谢小陈，感谢小陈，兄弟们，一元粉丝吧，啊，知道拥有，对，感谢小陈，日哥一直靠你肩膀上，感谢雨蝶啊，很恩爱吗？嗯，太恩爱了，你不会 solo 啊？哎呀，今天晚上我可不可以洗个澡啊？你肚子痛，又不影响洗澡。我昨天晚上感觉快感冒，我就不敢洗。不是感冒了，你是肚子痛。但我昨天感觉我真的快感冒，昨天晚上我浑身感觉发热发烫。欢迎启航啊！哦，打启航，兄弟们，打启航不是欢迎启航，打个启航。导弹哥回国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麻子一个飞机几个蓝色维生素啊？我的妈！至少一个 W 能接。斗鱼荧光棒也送不起了吗？以前150个，现在只有120个。这个叫什么？李美智。玉之音，他叫玉之音，对。导弹哥，玉之音。石家庄了，我的妈！石家庄了，导弹哥回来了是吧？西双版纳了，他买的机票哎。他不是河南的吗？那怎么去河北了？他又开始痛了。安卓可以，苹果改淘宝和京东充值了。没有啊，我一直在那个什么，我一直在那个公众号充的啊，我之前用的苹果手机，我都在公众号充习惯了，我都现在都一直在公众号充。充鱼翅啊，斗鱼直播平台，这六个字嘛。他就会给你打一个一，随便打个字，他就会给你那个啥，鱼翅充值的一个链接。微信公众号是可以啊，可以充的，我现在都可以充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不行了，又要去拉了是吧？不想拉，但是痛，脚着疼一阵一。对啊，对啊，贤哥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路也是乱等。我靠，他痛一下又不痛了是吧？他需要等一会儿。他妈就一阵一阵的，我操，搞不懂为什么。不是肾结石啊。打了 CD 的。CD 的啊，没有肾结石。没有肾结石。又不行了，看来明天还得去医院。
又好了，现在又好一点了，又好了是吧？对，就刚才那一瞬间就感觉痛，是这样的，一忍一忍就好了。忍一忍，我身体我忍不过去了就。哇塞，麻子，麻子还活着，真的吗？还活着，忍一忍，忍一忍就好了。嗯，今晚麻子可以，可能无法入眠，昨天晚上才是真的啊。我靠，我感觉这几年的起夜昨天晚上就全起了，起完了是吧？啊，我以前好睡得很，我睡了我都从来不起床的，啊，这昨天晚上把这几年所有起夜的这个次数用完了是吧？对，真的，我以前就是兄弟们从来不起夜的，我宁愿这个，我就是不喜欢起夜的，不过今天医生说两三天内都会有这种症状，对。要么就明天再去挂挂夜，是吧？哎，实在不行再去输一下吧。实在不行，去印度用恒河水治疗法，这也不是不行，兄弟。感觉我天意悟道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啊！嗯，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，欢迎我男主角哥。嗯，双倍经验，双倍上线。还差20个启航，今天没法过启航，哦，兄弟们还差20个新水友的启航啊，只需要新水友打两个字启航就可以啊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起个航，兄弟们，益生菌常吃啊，又要喝那个叫什么安慕希啊，是吧？啊，安慕希。安慕希就是益生菌。不是安慕希，益生菌。益生菌是什么啊？牛奶。那个小，就这个。不是你问我的那个瓶瓶吗？哦，这么大那个瓶瓶，去明天去超市买吧。可以。嗯。欢迎我饭桶啊，饭桶好，饭桶跟带了两个现在在新疆嘞。我发现他们俩两口子现在是存一年的钱，然后出去游一次，旅游一次啊，还是好玩的。哎呀，出去至少玩了一个多月了吧？感觉有一个月了。嗯，有。肚子痛一下，一下子又不痛又不拉，你这就是结肠炎，是吧？不，他拉，但他只拉一点点，可能是肚子拉空了啊。他拉没了。对，昨天晚上啪，噼里啪啦，我的妈呀！真的，我的妈，那马桶我都没法，幸亏那个啥，昨天晚上都是啪啪啪啪啪啪的。谢谢，我很想你啊！感谢，我很想你啊！谢谢，我很想你啊！嗯，哎，没事。灵魂刀神在某事务所被打惨了，叫我帮一下他，我帮一下他个锤子，啊，嗯，告诉大哥好好听话啊，好吧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啊，还差14个启航，兄弟们，还差14个新水友的启航，兄弟们。有薪水有的打个起航，兄弟们，直播间哪怕一级、两级、三级、五级、十级都可以，150级都可以，啊，打起航。我前天吃了隔夜的东西啊，吃了点隔夜，吃了隔夜的粽子，吃了隔夜的玉米，吃了隔夜的那个叫馒头，啊，就这三个是隔夜的，因为前天点的外卖嘛，没舍得扔，啊，就隔夜给他吃了。尤其那个玉米都黏糊了啊，但是我还是吃了一半吧，吃了一半玉米，对，拿一哭啊，我的妈，麻子，我难以启齿，我以为能忍受到家，结果我现在刚洗完澡，什么意思？我吃一共前后吃了三个粽子啊。我也只吃了三个，啊，麻子，我说个难以启齿的事儿，我以为我能忍到家，结果我刚洗完澡，干嘛？
干嘛了，蓝帅哥？欢迎我兔宝，欢迎兔宝儿，兔宝来，欢迎兔宝，兔宝儿，兔宝儿拉裤里了，兔宝儿，真没忍住啊，鱼刺卡肠子里了，这不通畅呀，啊，卡肠子里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可能就吃了隔夜的东西吧，兔宝儿，以后千万不要吃隔夜东西啊，兔宝儿。他们家有冰箱啊。啊，有冰箱也别吃啊，冰箱也别吃啊。后来我还吃了西瓜，啊，吃西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没事儿啊，对，没事儿，嗯，就。不是阑尾炎，今天去拍 CT 了，啊，反正这个膀胱有点问题啊，我有隔夜的哈根达斯啊。啊，这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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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前列腺圆润光滑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前列腺也没有问题啊，前列腺也挺好感谢我吉风吉小峰哥啊，感谢吉小峰，谢谢吉小峰。启航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打打启航，兄弟们，打打启航。那个哈根达斯好吃吗？哈根达斯，兔宝，你不知道，今天我在医院的时候，啊，都就好几个漂亮的女护士，我都没有不都都都没有兴趣完全，还有一个很漂亮小姐在我隔壁输液，也没有兴趣啊。不过我听那医生给她说，感觉好像是妇科病吧，应该。那个妹妹，我看着挺年轻的，兄弟们。多住两天还差两个启航，兄弟们，还差两个启航，薪水又打启航，打启航，打启航，打启航。他们烧下去的是每次看的鱼，还差两个启航，还差两个启航，兄弟们，有薪水有的打两个启航，没有今天没有打启航两个字，打一下启航，兄弟们。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过了吗？过了，让我看看中没中。看中奖了吗？人麻了，啥也没有，我靠，为什么啥也没有？它是自动爆出来的，能爆就爆，爆出来爆，爆出来就不爆。我记得今天发货啦。记得今天货拉拉给谭儿报销了，虎哥的火箭报销的，是的呀，虎哥刷了900块钱报销的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谢谢我兔宝的阳光飞机啊，感谢兔宝，谢谢兔宝的阳光飞机，感谢兔宝。谢兔宝阳光飞机，感谢兔宝，感谢我兔宝阳光飞机啊！感谢兔宝的阳光飞机，谢谢兔宝儿。谢谢兔宝阳光飞机，感谢兔宝，感谢我兔宝阳光飞机，启航600个，我说你们啊，这斗鱼真的是这为了赚弹幕吗？这是？感谢我720720的粉丝荧光棒，重复的也算吗？那重复的也算的话，那倒简单，重复的也算，那600条弹幕还是简单的，啊，这斗鱼是不是也想搞日活呀？这个，欢迎我9877哥，欢迎9877哥。重复也算吗？不知道啊，他重复的算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搞搞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那我们启航启一下，启一下，好像他们说重复的也算，重复的也算的话，那必须好搞一下，兄弟们，启航两个字必须起飞，兄弟们，
起航两个字，必须起飞。嗯，欢迎九七 QQ 啊。起航还差400，哎，真算，还差480个，那真算，兄弟们，真的算，真的算，兄弟们，一人打10遍，10个人，一人打10遍就是100遍，一人打6次，兄弟们，10个人一人打6次，但是直播间肯定不止10个人的，一人打10次8次的，兄弟们，直接就过了，兄弟们，起航，兄弟们，直接必须着急一波起航，兄弟们，好吧，这一波必须拿下。我看不到啊，我看不到那个数据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再帮忙看看啊，还差400个，兄弟们，我的妈，那还是快，那还是快，还差400个，那重复的算，兄弟们，重复的算，它这个不分等级的，兄弟们，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、六级、七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级，它都算啊，它都算，但是我怎么看不到有333个，我怎么看不到有一级、二级的号打弹幕啊？怎么都是30级以上的呀？嗯，还差30个，应该差200个了吧？今天这个衣服燕儿应该也应该是不爱了。亚伦冷啊，这边冷啊，必须要穿那种小黑啊，小黑色的那种啊。能看到我的弹幕吗？能看到啊，微狂。但是我感觉这个怎么看不到5级6级的弹幕呀？十级都能看到，11级能看到。还差多少个，兄弟们？后台也没有。哎呦，我操，又开始痛了。还差多少个？9877。200个。兄弟们，还差200个，我们再集中一波火力。兄弟们，我们集中一波火力啊！打一个起航两个字，还差197个，还差197啊！集中一波火力，我们再来一波起航，兄弟们。还差170，我的妈，还是快，兄弟们，一人打10条，一人打10条。嗯，欢迎我9877啊！欢迎这边兄弟们。起航，起航！嗯，还差100了，还差100了，我靠！那这个重复的算了还行，如果不算重复600个了，那有点难的。好，还差100，兄弟们。还差88，还差78。78，马上过了，兄弟们，坚持3秒。差50。50，一人直播间一人打一条应该就过了。欢迎雨蝶啊！啊，我操，又开始痛了，痛！哎呀，过了，兄弟们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我看看。这个起航，谁有还能获得珍珠贝？嗯，没有。又没有，又没有获得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的房子，他要到了20万点了，是吧？嗯，完成了啊！珍珠贝，兄弟们，打弹幕可以获得珍珠贝，好像。欢迎 HFC， 环霞老太，还差2.7万，是达到2级啊。恭喜黑夜小飞机升到22级粉丝牌，我去杭州了，估计得过6-7天才回温州。好的，兔宝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大概也差不多6-7天，然后一个星期吧。回温州你要6-7天才回温州吗？哦，差不多。那我们应该相对来说应该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兔宝。差不多，我也想等那个无人机修好，然后直接游到我这里，到时候去飞一飞那个雁荡山。
温州对，对，有到温州。哦，要20万俱乐部的打印双倍卡。20万。印双倍卡，初级普通卷，高级普通卷，然后45万获得钻石双倍卡，高级普通卷，顶级普通卷，主播榜单1.1的挂号。主播成就风暴教授。你们先玩好，不用特意点我。好的，兔宝，我靠，恭喜我兔宝获得阳光飞机。哇，恭喜我兔宝又获得阳光飞机乘以二。为什么兔宝这么有钱？没有乘以二，没有乘以二。温州天天下雨啊。是吧？温州天天下雨嘛。哎，珍珠贝需要1.8，恭喜我兔宝又获得两个阳光飞机啊！他没有爆，他这个1200组一刷没有爆，没爆就是亏，刷了两组。不过他这个倍率的话，还是比小画家要高一些。那小画家是真的是太难了。欢迎我苏之峰。欢迎小阿鸟，欢迎苏之峰。欢迎夜鬼啊。谢谢我503，感谢503哥的珍珠贝啊，感谢503哥珍珠贝，谢谢，谢503哥的珍珠贝。收工睡觉。到时候我在这边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无人机修的怎么样了啊，这也没给我消息啊。无人机哦，现在在维修中，兄弟们。看得到是吧？他现在在维修中。他说：“哦，你看嘛，他说这个坏掉。感谢2691，看到没？他每个都给我拍了照的。感谢2691的甜蜜礼包，谢2691。他说这个还拍了照的，欢迎查理哥。看嘛，他每个都定损的，就是拍了照的啊。然后什么组件损坏。”什么什么损坏，这样损坏，那样损坏啊？损坏的多吗？我给你看一下，多。工程师已检修。镜头正常，APP 界面自检正常，固件版本，我固件版本它肯定它要给我自动升级了，我都一直没有升级，知道吧？要钱吗？400块啊，400块。需要400块吗？经检测60瓦充电线破损，啊，然后。组件损坏导致定位定高屏蔽故障，
USB 插口损坏，电力故障。您的长锤已超出保修范围，需要支付处理。然后遥控按键五维缺失，维修时处理，电池正常。嗯，就是小问题还是蛮多的。373块钱，兄弟。但是不贵啊。嗯。不贵。修一下300多。欢迎我夜明公子是丧尽天良。恭喜你升16级。恭喜恭喜。嗯，哎呦，爱你，么么哒，爱你们，啊，行吧，兄弟们，那大家早点休息，我们今晚差不多也关播了，啊，明天起来，然后再看看什么情况，明天看看好不好一点。意思说我这个症状可能还得持续好几天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么么哒，感谢我 ZEO 哥，谢谢 ZEO 哥，好，大家早点休息吧，兄弟们，晚安。